终于到达这个钓点了，但是现在的天气，我现在后面这边是阴天，应该说下雨了，现在正在下雨当中，一直打雷。然后另外这边呢，是整个是大晴天，很漂亮的大晴天。现在下雨，感觉起来连雨滴滴到身上了。但是我们发挥钓鱼人的精神，就是要钓鱼。今天这个点哦，叫做乌石鼻。那乌石鼻这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铁板的钓点。这个场哦，我觉得它这下面礁石还蛮多的，然后应该是个浅场，因为前面都是沙滩，所以这边深度我看大概了不起，大概3-4米左右吧。所以我用浅场的钓组，所以这时候用阿波应该会不错用。那我们就准备来钓鱼试看看吧，走。这什么鱼啊？哎呦，这么小只！小只，哇，这哎、欸，这个小高你喜欢吗？你的浮球比你的鱼还大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巩固的哦。哦，是是是，哇，哎、欸，开壶啊，开壶啊，开壶啊，开哇！今天哎，安尼看，敢那三斤重哦。第一次浮球是不见，不简单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就三次。这么小只，浮球还是会被拉下去呢。有拉下去哦。嘿，浮球不见了呢。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，这么小只拉力也是很强，拉力也是很强哎。哦，哎、欸，不错哦。
钓鱼钓到一半，好烦恼，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山，上来看一下，这个乌石鼻最高的山，哦，这个。哇，哇，哇，好喘哦，但是好美哦，天哪，太美了吧，哦，太水了啦。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哇，再看这个风景真是美。我现在爬上的这个地方是乌石鼻最高峰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太美了。这是海岸山脉，哇，金色阳光洒在海岸山脉上，超漂亮的。这是一个很好的钓鱼点，今天来到乌石鼻的外面，这边算是一个铁板区的地方来钓矶钓，然后本来想说这个地方应该照理说应该它下面礁石还不少，然后应该还不错，不知道是因为天气还很热的关系还怎样，都没什么鱼，有钓到一只小小的那个小石斑吧，然后就给它放回去，趁着这疫情已经趋缓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降级降到二级，然后宏达约了一两个朋友一起来到台东的乌石鼻这边来钓矶钓。今天成绩不好，但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爬上那个它这边的最高点，然后鸟瞰这个整个附近的环境，哦，真的好漂亮哦，天哪，台湾真美，真的很美。希望这次的疫情可以尽快的结束，让我们大家都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不用再继续戴口罩了，钓鱼戴口罩真的是很不舒服啊！但是因为防疫的关系，我们还是得把它做起来。那今天就看着渔船准备回航了，那我们就下课了吧，跟着宏达去钓鱼，宏达带你去钓鱼。明天我们去钓另外一个地方，至于是钓哪里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吧，走。